我起来叫朋友，多要多点王总裁。江国斌不断找机会接近前妻郑仲英，让现任老婆邝明杰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两个女人王不见王，火药味十足。卡索里今天被拿呢，我减贪瓜，糟糕耶！我的功力真正拢无咧听呢，我就跟你讲，我更是感谢的，帮第三步嘛了解。除了我以外，有啥会被一动作，也叫你好在袂大啦。商场上还要处处斗争，抬举八零党中常言反派角色的郑仲英，这回不耍心机，不使坏，难得当好人。这次为大家备了认定，就是我是个好妈妈，而且是个明理讲道理的妈妈。其实我还蛮受宠若惊，而且蛮感动的。过去多半演出温柔角色的邝明杰，这次却是充满算计的女强人。和郑仲英互尬演技，也让观众看得很过瘾。我告诉你哦，我是好人，他是坏人。 我告诉你哦，还不一定哦。到最后，对，可能有难言之隐哦。我跟你讲，到最后呢，我们两个可能都是受害者哦。两个女人因为同一个男人关系错综复杂，邝明杰与郑仲英各种明争暗斗，呛辣演出对手戏，让观众直呼精彩。三立新闻黄世荣、高诗雨台北报道。